嗨，我是竹星星。很高兴回答你这个问题啊。你说文章是自己写的，图片要免费图片，算不算图文原创？应该不算，因为我自己也申请过啊。我写了差不多20篇，都是用那个系统免费提供的图片啊，也没有过原创啊。所以我想慢慢把它修改过来，贴上我自己拍的照片呢、啊。将来再来申请原创，所以你如果要申请原创的话，最好是不要用系统的影片了，系统的图片也不要用啊，最好都自己拍啊，这样才能达到说所谓的图文原创啊。要申请那个图文原创的朋友，不要用那个系统提供的图片了、啊。其实图文原创，老实讲也是很简单的 啊，你的出去拍几个照片啊。贴上自己想写的文章啊，这样就像图文原创了啊。只是说文章要写得好，图片要漂亮而已啊。这点是比较难一点呐、啊。我自己也比较不会拍照啊，都会拍得不好。希望说我的回答能够提供给你一点点的意见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